Morning, morning 啊！装潢今天下午开工，我今天下午就会去新达港的，然后明天新达港是已经正常了啦，新达港已经正常了。根本没睡好啊！Hello， 恭喜发财，邱清文达，邱清文达，吴登市长，你没有看错，就是我哈。好，宜云早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水。中环也开工了，对。新闻早，我知道你们会很无聊啦，我们开工你们比较不会无聊。可以去大庙改拜拜改运一下，我会啊。去紫南宫吧，因为下礼拜。其实运气这种东西是来来往往、来来去去的，我是不会到很。很在意啊，就是比较不运气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就稍微守一点点。看一下，等一下到公园去哦。徐艳丽早，新河早，赞成早，杨丽玉早，我到公园去了。那个中间人没有要买的，我知道，我们家站旁边一点。这看起来这些客人都是买200、100的，我都很了解了。你有我这位置，拍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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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今天是来，你今天是来创啥？我知啊。你是我知。我帮你找一个女朋友好啊，你敢不要无聊？三八七，你连顺境都袂卖，你搁菜卖？你连顺境都休困哩嘛？顺境办单啊！你上好伊办单。办落去啊！什么声？今日哦，今日无啥物鱼啊，今日卖。今日爸爸笑。爸爸笑无卡。对啊。阿健敢卖？阿健都讲讲鱼的，你出货啊？你嘛出货？啊！就讲你哦，安尼你倒来，你就向白讲。我尔。今日你弄去佚佗，今日我过来咧佚，今日我过来咧做代志。不食完啦。哈哈哈。帅吧？今天有没有人要来？赶快来啊！俊宏去，俊宏去日本。各自找。等一下，然后开了以后，一挂人会起来啦。因为我拢一直讲228你个开始卖228。你嘛无不管你怎个无卖空间，我嘛唔知你要做啊，歹做。我惊你半暝起讲，半暝起讲无鱼啊，你阁无要做啊？我讲要做啊！那有一定，有当时迄半暝起，我阿公无鱼啊，你歹做，嘛有可能啊。去年哦，迄时阵最艰苦啊，去年都做那么好。等下就有人起来啊！今天，今天，
你后礼拜是你讲要去？有啊，拜四有啊。2月22号，拜五你要去无？第五次啊？会啊，礼拜四拢啊正常啊。你正常哦？系啊。因为明仔载鱼市无开，后礼拜你，我们来鱼市明仔休市的，我再搁加换一摆来啊。我知。我想明仔搁有拍位，我拜礼拜日刚忙上，因为我想拜礼拜哦，家里应该是少好人嘛。无啊，鱼市明仔载，今礼拜日的鱼市要困，后礼拜日的鱼市嘛要困。十八、十九，鱼翅要滚；二五、二六、二七，鱼翅要滚。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五日是要到三月二号吧？我明天休市啊，我就惊无来炖，无咩人。恁家是28个开始卖，因为后礼拜三转来是2月21号，啊，伊卖付川货啊，啊，所以拜四、拜五伊绝对卖卖啊。啊！礼拜个无得卖啊！礼拜迄阵2月2号去市嘛休困啊，所以小姐过后啊，伊差不多2月2日开始也开始穿货啊，所以2月2日开始卖。啊，你是2月2日开始卖啊？你拜后礼拜四号我都卖。有啊。啊，拜六你嘛都卖啊？有四号我都有啊。所以后礼拜你三间拢有啊？就安尼啊，恁囝是爱到后礼拜三才开始卖。我讲过啊，我讲过。东城啊，大家早赶快来啊！后面没什么东西，因为早上来这是观光客啊。因为今天我临时开，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卖了，然后有看到的赶快上来哈、啊，有看到的赶快上来。刚才在旁边站的人就是那個早上来散步的人，看就知道了。是的，我给这100号地位，100号两位，三位一百。今天有皮刀、白带鱼，然后北青、恰章，然后这是江蛇吧，然后这是很老啊的，我知啦，这个鹅啊150，这个是的，这个150啊。那天我去黄昏市场，看到只有这个一半150，然后偷吞，北青，然后安条 OK， 虾仁，然后大的鸡卷，然后虾子，是木鱼肚，章鱼脚，然后有鲷鱼片。花枝条，啊，这个呢？那个9条300，10条给你300啊，10条。10条300。这区域外杂，哎。这个很老啊，这里很漂亮，你看。啊，这个呢？那个4条500，5条500啊。不要。我大只，你不要。处理上啥？身上没有那个，没有。出门啥？对，哇，山上那里有雨，这个边。来不及，没关系啊。今天大家知道，今天开，今天那个开播让你知道，他开始上班了，他开始了，他从现在开始正常了。然后信宏要到228，信宏要到228。是什么？三楼。对啊，明天乌日又没卖，明天鱼市休息啊，乌日没卖啊，乌日要到三月才卖，乌日要到三月才卖，2月18号、2月25号鱼市都是休息的，所以没办法卖。天宇米仔，双层仔，你听哦，你听哦，三日清了，三日清了，个人就能叫清了。今天呢？这几年啊，差不多差几百年了，差点。
但是阮家是食迄滴虾，一只头一千迄种。哦。一道。来，全部给你100啊，好不好？只有500的嘛，有两条100的嘛。100块钱，三片给你，四片给你，五片给你，300块钱，六片给你300了，六十块而已。对啊，今天是开播，是让你们知道他开始卖了。六片300。你这多少了？你这放啊？我放500啊。不要了，三百块而已啊！家俊长，几千六十啊，60而已啊！你变50哦？哎呀，你变50哦？伟镇长，过来也是哦。哎，那个也是，也是变50哦。哎，今天有在卖的，昨天。今天应该是水南有卖吧，但是我同学没办法拍，我同学今天在客人，我先客，我同学水南可以零八八，零八，五十八你别动好不好？啊，你动回来带你家回来到屋吼。系啊，我唔叫啊，你做你怎啊？礼拜天风雨没卖啊。你到底来过？你到底进来？从何而来？礼拜天，明天风雨没有卖啦。礼拜天鱼市没开，这礼拜跟下礼拜天的鱼市都没开。快点上吧，现在上吧。鱼肉多少？龙王说下礼拜四五六会卖，礼拜天没卖，礼拜天没卖。双双早。对他开工，明天乌日没有卖，明天乌日没有卖。好嘞，三七八下来，这是过来给通通牛来，这是做通，三七八。那个2月18号礼拜天，2月25号礼拜天鱼市都没开，所以乌日都没有卖。没有，公寓。那个跟你讲，我播的时间是今天、下礼拜四五六，好不好？今天跟下礼拜四五六他都会卖，他开工了，他的厂子都开工了，龙王的厂子都开工了。然后信宏他现在他今天出国，信宏到2月28号才开始卖，信宏的厂子到2月28号才开始正常。OK， 这样听得懂哦。你三百块。对啊，今天有直播，我昨天吃完晚餐才知道今天要卖的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回来哦，哦，小坤姐，哦，信宏打给我说，我们把鸡明仔卖哦。我们把小我们来卖。我们讲啥卵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想啥？对，2月28号会去大园，土城这个礼拜不会去，土城这个礼拜，黑白包家，
礼拜下来。下礼拜啦，下礼拜不会去。自己了，自己哦，够胖了，这照片给买够胖了，只要做生理自己做，做到保育员了。那体质的下来，不得下来，能包能包年来，不得下来。要冠军赏啊！要冠军赏。做点能包了，再一点就增点能包了啦。包下来，包下来，黑白下来，能包了。黑白白，黑白像你包黑白啊，像牌，黑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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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切一样就少。对啊，差不多无无搞过来。以后你慢慢操作安尼。贵敢无去细地啊？无，贵家只尔，啊，亲戚买无啊？啊，细地尔，来。明天五日没有，我就说吧。我今天问问明天五日有没有，大概会有二十几个。这样下班无？无。你最近看就只尔，就无像你这样转。你如果无像伊啊，四十个吧，来。邱警察，新春愉快哦。对，明天没有，明天丰原没有。现在只有元宵节前只有四五六哈，元宵节前只有四五六。被起闸。五千四度。五百六。包下来，贵下来，我包你来。今天两个，最后一个我，我包下来。这个这。啊，我包。哎，嗯，贵些的，很贵的哦。你今天吃几袋的冷巴？包一哦。兴奋早，大家早。包下来。这大料这贵料这切片哦，看无？包一大料下来，贵料的。都这几个你买了，大料下，我已经归了下来。哦，亏有这条子啊，花掉几个？这个你到几个？个你几年买了？个你买完来？这边过去的没有？落后的要吃，大料下来，花出来。吃啦，吃完看啦，你看到？红烧包，无个红烧你包几条？真系好包啦，好包出来。嗯，老师。好包啦，早上我在家里的网络突然坏掉，现在还好。四点五包，四点五八，可以喂。潘美干早安。四点五八，五八。你这过年的货怎么卖？你这料是真的对吧？啊。这不是恁家真的吧？有几只高级？看下你真的。五八哦。不看下你真的。有些高级。你看信宏今天去日本，还没去呢。今天要去日本。然后信宏去很快就回来了，去走一走而已。下礼拜三他就回来了。
他今天去日本。是学日语啦，我就讲我就讲淡水包个学日语，够爱去日本。哎、欸，我就讲我加油去日本。我有一个清单，实用日语教学。我只讲我有教学录音带。嗯，对啊。你看就袂看啊。而且最近的耳向。最近的耳向。嗯，就看每一个小时。阿光哥一百块，妈今天怎么买？他过年，他过年好像去，他过年好像去宜兰吧。他们好像去宜兰东部吧，他们好像去东部。爸，他们去宜兰，然后好像花莲那边。没有，他们今年没有环岛。你今年搞去哪来？放假来无嘞？